停！我求你了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我大学才刚毕业，我还有无限的可能。我游戏里面买的皮肤和道具我还没来得及玩，还有我还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天天晚上等着我去喝酒。我还有没还完的房贷，我还有加不完的班，我真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至少不能是现在。哎，别！大哥，这样你去收我的好朋友好不好？我的好朋友王炸长得又帅，又有钱，他简直没有任何负担，这么圆满的人生你去设他好不好？你放了我。你说了很动人，但我很抱歉，我是秋明，我要履行我的职责，完成我的 KPI， 才能跟月老交差。我恨你！不客气。短，陈翔六点半。